For sure, what is? 老魏喊 low in， 底池来到230万。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龙凤德州，咱们继续来回顾这场经典的战斗啊。先来看本期视频的第一手牌。哎，安T涨到3000了吗？去你妈的石膏方块！你老这个问题啊！你他妈就是在演赛的，你连演什么牌都不知道。老魏在骂骂咧咧什么呢？Robby Young 庄位拿到一对七，好，谁的一对八直接丢了？我赛的，我不怕他的圈圈赛的。Hank 老板一对八直接丢了，一对八都不玩的吗 ？Poke 枪口位 A 勾单挑，来看翻牌，334 AB 避免。Robby Young 小队子目前领先，后卫打一枪，很轻，只有7000。刚刚经历了一手千万级投机啊，汉克老板现在也是情绪高涨。转牌一张黑桃 Ace， Robby Young 应该打不动了。Poke 的Poke 转牌拿到顶对，而合牌这张七，让娱乐场老板 Robby Young 直接起飞。而 Poke 这个时候站出来打价值，没问题，这一枪是打半池还是打满池都可以理解，但等待他的将是对手发过来的一封死亡邮件。一轮5000还没完， Poke 又在摇头了，怎么每个人面对我都能做加注啊？又是一个非常大的超池下注，25万，直接给 Poke 打掉。继续来往下看 ，Tom 的 one， 枪口加一位 ，K 圈砸色 ，raise 到4000，装备气球69草花做了3倍。好，应该是手单挑了 ，K 圈不适合去做4倍了，跟注还凑合吧。Ryan Fieldman 化身成了解说吗？有听到他声音吗？翻牌 K 勾七，他们都按拿到顶对，稍微会有点担心自己的踢脚啊。气球打一枪，翻牌的下注基本看不出什么来啊，跟下来看看转牌的动作就知道气球有什么了。他们都按反手跟住。转牌一张十，顺子面被发了出来了。他们都按拿到双头顺的听牌，继续过牌。AK 第二枪还会打吗？不好说。气球这边，不，这是打算跟他们诺万拼个鱼死网破呢，还是说就这一枪打完就完，奏效了呢就收持，不奏效呢就放弃啊？我不相信尼卡尔伯合牌还敢打。他们诺万继续跟住，底池来到20万。合牌。哇，最终掉成老 K， 我只能说气球生不逢时，运气不好。不过这手牌气球合牌没打是对的，打多少又要亏多少了。接着来往下看 ，Bob 对上了 Rob， 装备Rob 的口袋 ASA 做了400。哎呀，这圈圈撞 AA， 这张桌子上很容易出大事啊！翻牌没 K， 啊，这对于圈圈就是噩梦啊！这牌面又干，完后吧，口袋圈还是超池 ，Robby Young 还在过牌，这只老狐狸啊，还往小了发，发张老 K 也行啊。Bob 忍不住了，打一枪。
对手有个十呢，一对勾呢，都会乖乖跟住啊，哪怕一个小对啊，也有可能是跟的。底池现在13 ，Bob 打了5万。Robby 杨老板，10-20，哦哟，加注了15万。这哥们儿的鼻子得是有多灵啊，真是奔着一个超对去的呀，可怕，实在可怕。超对没那么容易盖牌啊，盖牌是不可能盖牌的。 Bob 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跟住，底池瞬间来到了40个。来看河牌，最终合拍一张六，大家都心知肚明，这张六跟对手肯定是没关系。好 ，Rabian 应该是要继续拿价值的。打多少？多少？40几啊？20几？25万？这跟下来底池都快上百了吧？妈呀！这手牌 Bob 考虑了不到半分钟就跟了，果然是盖不掉的超对啊，92万9000的底池。继续来看这手牌，汉克老板 A8 杂色先手加注7000，老魏装备拿到一手 AK 做了3卖，紧跟着他们的万千口味啊，4败做到了10万。OK， 这什么牌这么打？这牌肯定是不会差他们的万的牌啊。前卫的4败啊。老魏在问他们的万后手的筹码量，现在就问是不是早了点了？底池现在14万，他们的万后手还100多个呢。扑克老魏这面前这堆金灿灿带280万入场，疯了吧。老魏在考虑是否要推一个5败回来。10万20万25万，这个5败应该是差不多得30万左右了吧。27万5000，11颗25000的筹码，这给他们的万施压了。他们的万不会拿了一手 AA 吧？这牌以前是看过的，因为年头太长了，想不起来了。他们的万拿着什么牌？而且我解说有个习惯啊，我要跳到这手牌呢，我就从这手牌开始讲啊，我很少会看到后面啊。因为一旦站过上帝视角了，这解说起来就没意思了。汤姆·杜万想了半天，最终还是跟了下来。这到底是真担心自己的牌呢，还是在演呢？会是一对 K 一对 Ace 吗？翻牌388，这很明显跟俩人没什么关系的牌面。汤姆·杜万是不可能有8的，过牌。老魏想好了进攻策略，翻牌面下注125000。独王哥小做思考，看了一眼牌，手里是一红一黑吗？他们都按跟住，于是来到80万翻牌。红心五，这牌面还是很干啊。他们都按继续过牌。这么看感觉比较像小对子啊，实实勾勾圈圈这种吧，勾勾圈圈吧，实实太小了，实实翻墙可能跟不动了。老魏的第二枪翻墙的 open 是加到了多少来着？老魏在抖，有在抖吗？又是很重的一枪了，35万。很明显老魏在尝试着把一手 AK 玩成一手 Aces， 而他们的万如果转牌还能跟住的话，那可能真的是一个超对啊，跑不了了，不会是别的了。即便拿一手 AK 转牌应该也跟不动了。
而且老魏手里有方片 AS 啊，他们的 one 还不可能是一手 AKS 对吧，一手 AKS 的方片。大家注意啊，现在底池已经上百万了，而这手牌的战斗还没结束啊，两枪老魏都没能狙杀掉他们的 one， 最终底池来到了150万，还有张合牌呢，我的天哪，一个千万级底池已经诞生了，最终合牌草花六。这牌面很明显跟俩人没关系啊，现在就看老魏有没有信心打掉一对圈甚至是一对 K 了。老魏喊 low in， 底池来到230万。我这边呢很想给朋友们完整还原，但也确实他们的案考虑的时间啊太长了，他手里是一对圈，老魏究竟是不是一对 ace， 马上就有答案了。他们的案最终跟了下来，抓到这个超过2000万的投机，一直到目前为止这手牌的记录应该还没被刷新啊，310万的底池，310万刀。而创造了这个壮举的中国牌手魏老板，开着布加迪威龙的永传教授啊，好像没法在 Hustler 再看到他了。好，朋友们，那这期视频呢就到这儿了，咱们下期见。Oh, can't bluff Tom. He said, oh, I can't bluff him. He tried, I mean, a lot of heart. He won't be calling you a nit on the internet now, that's for sure. Yeah, if anyone calls Leslie a nit ever again, I'll fight them. Yeah. Dude, you know what the toughest spot there? Doug looks so I tried to not look at him. I don't know if you noticed. It's different if Wesley calls the clock. I'm staring at Doug. But since he didn't, I tried to not look at him. You didn't give anything away either. No, I tried to look at you zero. I don't think you looked at him at all, really.